这样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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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
苏炳添老师9秒83，真的，广子，你要能跑9秒83，什么样的女生你追不上？不是你不知道，我追谁谁跑9秒83。两位 EDG 夺冠的事关注了吗？关注了，关注了，看了。但夺冠我们倒是没有看，夺冠之后的那个庆祝我们看了，一群人在奔跑，那跑可快了，衣服都没追上。马上要是迪丽热巴同台了，有什么感受吗？就是我们仨在台上争奇斗艳吧。我们仨可以说是难分伯仲，各有输赢。哦、他还输了，他输哪了？他就是输在这个脸皮没有我们厚。记者朋友们，场内晚会已经开始了，请大家保持安静。那我们就没有记住过。我们准备的第一个小彩蛋，就请分会场的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啊，这里就是2021跨年的分会场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就非常的豪华，非常的盛大，离这个主会场啊只有一步之遥啊。就大家也别小看我们这个分会场，我们可以说也是群星璀璨。对的，其实有很多嘉宾呢都想来我们这个跨年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没有来，但是呢他们特意录制了 VCR， 来，我们请看大屏幕放一下。虽然我是效果文化的编外员工呢，但是架不住年底了，活确实有点多啊。对，咱先不找主角，过春节的时候改练练。不好意思，我的中文不太好，讲不了脱口秀，所以没办法。我不是没有时间，我有时间，只是这个破节目不邀请我。今年为什么没请咱呢？这不，今年早呀。什么时候录啊？现在啊。录什么？录播 VCR。那咱录不录？不录。在这个合家欢乐的跨年晚会里面呢，怎么可以没有魔术表演？所以今天呢，虽然我没有到场，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可以为各位表演一个大变活人。3、2、1，看没有了吧？去年呢来现场普法之后啊，效果立竿见影。效果文化今年遵纪守法，表现不错。看今年啊，我就没有什么来的必要了。请你们公司啊务必保持下去啊。脱口秀跨年现场的朋友们，这个由于我在忙着我的新事业，就是蝴蝶结产业啊，正在蓬勃发展，我正在忙着手工制作蝴蝶结，所以我实在没有时间来到现场。祝你们这个天天开心，永葆青春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真的蝴蝶结。听说你们要请我，为什么要请我？你们都这么多嘉宾了还不够吗？你们以为请了我节目就会好看吗？确实会，但我没空啊。
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接着再告诉节目组，没有我的主持，你们的节目不可能红。祝大家。先辟个谣，我还没有动身去元宇宙，只不过我在做带货直播，所以没法赶到现场，非常非常遗憾。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。明年春天我会排除万难参加脱口秀大会下一季的录制，彻底纠正今年领校园们乱拍灯的不良风气。届时也会在脱口秀大会现场上演《甄嬛传》完结篇，谢谢大家。这么有情绪吗？真情绪，真情绪。嗨，俺是熊大，俺是熊二，俺们特别想去脱口秀跨年，但俺们在月球上。没关系，俺知道你们那儿有个人叫李诞，看到他就等于看到了光头强，那看到了光头强，不就等于看到了俺们吗？怎么还有熊二？这个还真是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无奇不有。不仅打破了圈层，还跨越了物种。还没完呢，还有个超级重量级神秘大咖也给咱录了，继续放。大家好，我是杰伦。广智不是？哦，是广智啊。哎呦，我觉得你们这个跨年不错哦。其实可以来一下了，只不过最近。新歌在紧张制作中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期待吧，那不如就给大家唱两句了。看枪枪枪掉，广子你挺会玩啊。入戏了，入戏了。自己偷偷录了一个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你说一下，我这个素颜鹿晗也可以化个妆嘛。开玩笑开个玩笑，就让观众朋友们开心开心啊，就不说我俩了，大家还等着看呢，后面还有真的大咖，来继续放。今年很遗憾不能参加脱口秀的跨年，因为那个公司的工作实在是太繁忙了，所以现在我每天都在加紧的工作。其实你就像我现在其实忙了一天，连饭都还没吃上，所以其实真的太辛苦了。女姐，火锅开了，可以下菜了。行，是那个拍火锅那场戏哈。我马上要去拍戏了，那个希望脱口秀跨年办得非常的顺利，圆圆满满。我去上班了。谢谢大家。拍了吗？我不拍了吗？这不愧是全球最高票房女导演啊，忙得都没有时间吃火锅了。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不是阿凡达吗？阿凡达的导演不是詹姆斯卡梅隆吗？不，你提卡梅隆干什么？他又不可能给咱们录 VCR。Hello to my friends in China. I'm Jim Cameron. 太猛了！怎么搞来的？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反转 ？I'm Jim Cameron, and I wanted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with you, but unfortunately, I can't make it because I'm currently busy with post-production on Avatar 2. I also wanted t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f the Avatar re-release earlier this year.I look forward to next year when I can share Avatar 2 with you on the big screen in cinemas. Xu Qiusheng and Hot Wan Shu. Did I say it right? I hear you might be perfect fits to play Navi characters on Pandora. Should I consider you for one of the upcoming Avatar sequels?眼睛我准备好了，我要进军好莱坞了。不说了，我俩去磨练演技了，以后就走电影这一块了。什么分会场不分会场的，李诞你自己玩吧，自己玩吧。我缓缓，我并不知道有詹姆卡梅隆这崩溃了，真的吗？刚才那个是？没有配音吗？那个就是他本人。哎呀，这录一段多少钱啊？咱们也弄一段啊，咱们啊，我们镇定一下情绪啊，准备还是好好听脱口秀。高兴啊！谢谢卡导，刚刚是开玩笑。谢谢卡导，谢谢卡导。我们接下来为这位朋友啊，每年跨年少个谁。